우와, 그야. 우와, 진짜 그래. 이거 진짜 빠지마. 给我精疲力尽的。哇，你看这条，一个小伞，两个小，三个小伞怎么打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今天最后一天好天气了，今天是南风天，明天就西北风了。然后今天趁这个好天气，我们准备再去钓一波鱼了啊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方了啊，准备在这个生蚝牌这边钓啊。然后我们买了用这个红虫断鱼网，红虫的话一般低钓效果是。终于来一条了啊，个头还行。喂，香头啊，难怪这么油性，差不多有个三到四两的香头啊。今天第一条，又来了啊，这条应该还行。喂。哎，这帅哥哥，来，接着你先放，一起来，来，我不来，来，都连续来，可以，比较行，这条可以啊，可能有个六两左右吧，啊，六两的黄钓也来了，你那一条也是黄钓，对啊，来，都连续来，你看，连续来了两条黄钓，我这条可能有个六两左右，喂，这个鱼竿还没放完呢，又来鱼了，看来今天不是我的新手啊。还行啊，死蟹飞吧，又是一条四两肉的黄钓啊，还不错，又来了啊，估计应该又是黄钓，看来今天真的发财的选手已经来了啊，你看都是连续来啊，啊又是黄钓，我就是的，可以，哎，这边也来了，不来了，一来都连续来的呀，小黑钓，也有个二三两啊，可以，今天真的是找到好窝了，你看都是乱来啊，我过来钓都来不及。这条黄钓应该有个三两多了啊，差不多。哇，这条应该打啊，你看，应该都来不及放，这条肯定打。这条起码有个连续一掌嘛，最早连续一掌。哇，你还拼命的在出现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个时候还超级出现，可能有个三到四斤啊，还一直在出现，你看，练，还特别有劲。那个我手酸啊，什么鱼啊？不知道是什么鱼。哇！喂，红骨啊，难怪这么游戏。哇，你看，红骨也来了哦，难怪这么游戏。哇，起码溜了有十几分钟。一线的观众，你还想往哪里跑？哦，哇，来吧，这样你没劲啊。哇，你看，大红骨都来了哦，这边可能有个哇四到五斤吧，应该有吧。看来今天运气不错的样子。那赶紧，我们再下一个。红骨的话，一般是一群。来，我们自己下竿，看能不能连续来红骨啊！喂、哦哎，又来了，又是大的，不来都来的。哇，可能我估计可能又是红骨吧，你看。哇，你，不知道会不会爆竿？哇，你，哇，完了，这个手感够刺激呀！你，哇，你看，我估计可能又是红骨，你看，真的。哇，你干嘛？哇，可能又是红骨，你看。红骨，跑到那边去了。看到了，准备上手，哇，这都更大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够刺激啊，哇，这都跟刚才你刚才那一条更大，可以，哇，你看，可以，这条是不是更大？对，更大，哇，你看，哇，终于没什么劲了啊，你看，哇，可以啊，哇，这条可能有个。七到八斤吧，给了我精疲力尽的。一个小伞，两个小，三个小伞怎么打？哇，还给吞卤了。对，我直接给他切掉吧。已经爆仓了，你们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爆仓了啊！可以啊，两条已经爆仓了，你看，可以啊，来，赶紧继续下竿。继续。今天可能又要投到红骨窝了啊！又来了啊！又是特别游戏。哇，你想干嘛？这是刚才没有前面那两条打。哎，可以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又来了，这顺便来，你相信香粉，你相信香粉，哇，你看，红骨连起来，我那条可能掉了，出来了，我也没告诉纯子，没告诉，连红骨都连起来了，这个大，你那条大啊，我这条先来吧，四条先来，来，你慢点，别着急，我这条应该有个。连三斤吧，三斤左右，差不多。来了，你这条竿比我那条要大一点点。哇，连续来了两条啊，可以啊，红骨钓那老爽。哇，你这条不错啊，应该有个三到四斤吧。
可以可以，哥，那我继续一下啊。看到手忙脚乱都来不及下杆了。那这个时候已经没什么流水了，也没口了，要不然就不钓了吧。准备回家吧，回家买钱。好，行。现在我们已经到岸边了啊，这时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。今天收获可能是半年来钓鱼可能最好的一次。大红骨。 光这四条大红骨可能都有个，可能都有个大值一千吧，15、16千水槽啊！密密麻麻都是一样，对吧？这看还是平多了，对呀。这黑钓红钓应该有个大值一千吧？啊，今天这应该一回买个，起码是1000多，光这条红骨就可以买个大值吧？我们钓鱼可能是半年了，我估计可能今天第一次破千，然后前两天有两个老板跟我说有什么鱼给他留着，那我们准备赶紧带上岸吧，啊，不然大家意思了就不好买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见啊，拜拜，走，回家买钱。